中！推推推！推心抚王室，二叔反无言。你没偷藏手机玩游戏？我一直在背诗呢，手机都被你没收了。推心抚王室，是吗？这么说你不怕我搜身？啊，你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！侵犯你的个人隐私？爸爸是那样的人吗？你好，您正在收到。啊，我买了，快！谢谢。买这么多装得下吗？咱们懂事，我一码归一码，搜身继续。买这么多装得下吗？爸，我没骗你吧？是吗？那这是谁？买这么多装得下吗？停！爸，我偷藏手机，但没玩游戏。不信你看，你出去90分钟，我背了会诗，其他时间都在写试卷，根本没时间打游戏。都是你自己做的。爸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！爸，二话不说的相信你。这里为什么用 make？ 不要告诉我是乱写的。这里的 make 做被动用。不错，表现进步了，爸爸送你个礼物。炸！这是老爸专门为你出的卷子，和你这套难度差不多。我出去一下，把这检查。行李吗？有份试卷帮忙。柯代表，有试卷。来。不怕，我早有准备。那层楼代写作业的广告是我贴的。电话填的是你，见面呗。好，就约在公园长椅。你拿本书，这行，这送我到。收网，抓到你了。炸！你拿本书。不对，代写作业的广告贴在楼道，我爸肯定看得见。这可能是个陷阱。放心吧，表哥，有事我扛。你一直在家，你让我在家写试卷的呀。是，那为什么打给代写作业的是咱们家电话？炸！我不知道，之前是表弟接了电话。炸！难过，这不是。对不起，姨父，电话是我打的。好难过。说实话，姨父给你红包。这不是。姨父，是我打的。有。放心吧，表哥，有事我扛。表哥，我先走了。以为不说就能瞒过去吗？试卷呢？做好了吗？如果你试卷还没有做好，或者乱写充数，说明你之前的一切都是在说谎。炸！你拿本书。广告代写不靠谱，我就自己找。招聘家庭教师，第一轮远程笔试，做出上述试卷题目。竟然全对，这真是你自己做的？爸，我用生命担保，这是我自己的智慧结晶。是老爸误会你，以后不限制你玩手机。爸，谁呀？玉婷家教的，给您发过答案的那个小陈。